心悸时自觉心中空虚，心脏跳动不宁，踢踢不安，甚至不能自主。轻则心悸时好时发，重则悸动，上至心胸，下至脐旁，并伴有胸闷烦躁、睡眠不好，甚至头晕眼花、少食、短气、喘息、浮肿，多出现在夏季，河南多见。推荐一个缓解心悸症状的食疗方案，取茯苓、白扁豆、花生、莲子、赤小豆、西米、小扁豆、刀豆、紫米、香米、梅豆、青稞、燕麦、芝麻、百子仁、开心果、桂圆、长寿果、甜瓜干、大枣各五克，放在一起熬粥服用。根据个人食量按比例增减，长期食用对心悸有缓解作用。想知道更多养生知识，请关注九玄小针略。